其實呢套真係一套電影嚟嘅，真係好多嘢都係假嘅。即係例如拍戲嘅時候係黐到成身都係膠紙啦，同埋呢個世界係有電腦嘅特效嘅。咁所以同埋當你拍緊戲嘅時候，你個狀態係喺個角色裡面噶嘛，咁所以又唔會話有尷尬嗰個感覺咯。如果你尷尬，咁即係你唔夠投入咯。鋼管舞係啊，都學咗，我都唔記得幾耐啦。但係係啊，即係起碼要跳熟一隻舞咯。導演要求係咪有血有汗？有血有汗啊！同埋拍嘅時候咧，你個人係好高度集中噶嘛。咁你同埋個腎上腺素係。是飆到很高，所以拍的時候呢是完全沒有痛啊，即那些感覺是沒有的，是事後才見到哇整隻腳瘀曬，還有那些腳趾爆曬光樣。好像說這套戲都有機會問定影後，唉，套套都咁講噶啦，你明唔明啲宣傳嘅嘢係啦，我覺得唔需要太過。即不是说你做所有事都要很有目的地去做的嘛，如果你这样实在太痛苦了。最重要是你问心无愧，你拍那套戏你是全程投入，很尽晒你万二分的努力去拍，那我已经觉得很对得住自己。一齊係未必啊，因為我已經睇咗好多次，我唔係好想再睇。我一首映都諗住，不如唔好睇啦。睇咗係啊，一試片啊，好多係咯，修改啊。咁今次都有同台灣影帝漢人合作啊，覺得對方點？好好啊，我好尊敬呢個演員咯，因為覺得佢係真係。他是真的很希望是成為一個很好的演員，即自己有跟過很多不同的演員合作，有些是真的來收錢，即拿人工，有些是當做一個工作，但是吳康的不是咯，他是真的是一個演員咯，所以很多戲是你看的是一張紙，一個劇本，有些字在那裡，但是他會想更加多的東西，多角度去想，希望怎樣可以將劇本裡面寫的東西 deliver 得更加好一點。那跟男朋友有沒有談過結婚的問題？我跟他其實現在那個狀態都很開心，所以即我覺得自己試過一次很衝動的，現在的看法就是要所有東西 都想 plan 好一點先，是啊，即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嘛，即你婚姻是一个 commitment 来的，不是一样很儿戏的东西咯。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暂时自己都很是 很开心的。那第二时的事你没人知道的嘛，你下一秒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，那等个天去安排了。这些太私人了，我不想回答。